大家好，五月份我们推出了 VMware Cloud on AWS 的服务在台湾。这个服务其实推出来已经3年多了，那这是把最好的私有云跟公有云呢做一个无缝的整合。所以透过 Long Distance vMotion 这样成熟的技术呢，我们可以把你的工作负载很轻松的在不断线的状况下，从你的资料中心立刻移转到不管是 AWS 在日本、在新加坡或者澳洲的机房，而且是完全跟 VMware 过去一模一样的工作环境。我们透过这样无缝的混合云的整合，希望给企业数位转型更加一把力。